马来西亚马六甲大爱幼儿园则举办了中秋晚会，拉近亲子关系。中秋佳节，人人团圆。马六甲大爱幼儿园举办中秋晚会，400人齐聚一堂。只要是猜中灯谜，就可以领取现做的月饼。环保灯笼挂满场，更是中秋晚会的亮点。我觉得比较有意义哦，然后很专注，跟孩子一起，小朋友也很开心，大人也很开心。喜欢，非常重大的意义。这个不仅能促进亲子关系，然后也是提倡环保的重要性。你投我接，不管是投篮还是拔河游戏，只要是跟自己的家人玩在一起，大家就很开心。开心，因为有很多活动。传统节庆，大爱幼儿园亲子齐聚，和乐融融，这个中秋节更加有意义。大爱新闻姚瑜润、钟建明、陈嘉生，马来西亚报道。